好的，大家好，现在差不多时间到了，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今天我们的这个 session 呢，是主要来看一看 Kivernal 的 Playground，它是一个 online 的测试的平台，可以让你不用把 Kivernal deploy 到你的 cluster 里，或者是进行任何的 installation 的动作，来让你无缝的尝试，使用 Kivernal。然后我们是在前天 release 了最新的1.11 beta 3的 version，然后我们的小伙伴也很给力，然后把它 integrate 到这个 playground，所以你现在用到的 playground 就是最新的 Kivernal 的版本。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具体内容开始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赵舒婷，大家可以叫我舒婷就好。我是 Kivernal 的 co-creator and maintainer of Kivernal。现在在 Nemata 担任一名 staff engineer。Nemata 是 create Kivernal 的公司，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把这个 Kivernal 这个项目捐赠给了 CNCF，它现在是一个 CNCF incubating 的 project。OK，这是我们今天的 agenda。在具体进行实际操作之前呢，我会带大家先了解一下什么是 Kivernal。Kivernal 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什么样的use case，放在一些什么样的场景里，可以帮助你的 application 进行，比如说安全的验证啊，或者是一些 resource generation automation 之类的动作。所以今天所有的这些应用场景，我们都会在 playground 里涉及到。我有一个建议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这个是一个 online tour，如果大家希望在手上自己实动测试一下的话，是非常欢迎的。我把这个 slides 已经传到那个今天的 agenda 上了，它会每一个 demo 都会有链接，你可以去点开那个链接之后，可以在你自己的这个本地的环境去跑这个测试。好，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policy，为什么我们需要 policy，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策略。在 Kubernetes 里，根据它的一份 CNCF 的调查，它显示96%的企业都在正在并且即将 evaluating，也就是评估 Kubernetes。然后在2026年，大概拥有80%的这些 software 的企业都会，或多或少的 adopt 来这个 Kubernetes 的平台来进行对他们的产品进行部署。那么在这个表格里，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个 cluster 的 misconfiguration 大概平均的一个数值在300左右。也就是说，对于你，因为 Kubernetes 是用 YAML 来 declare 所有的你的这些配置，那么它就非常容易作为一个人工的事情啊，它就非常容易进行一些 misconfiguration。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利用 policy 来对你的这些配置进行一些验证，或者是设置一些default 的一些 value。这个时候Kivernal 可以作为你的 Kubernetes native 的策略引擎来对它做 validation。那么在你进入 production 之前，你是非常希望把你的 application 的这些配置进行一个 pre-deploy 的这个测试，来看看你到底比如说对于这个 security 的要求，它满足了多少，完成了多少，还有什么是你需要帮助它的，那么你就可以用Kubernetes 提供的策略引擎，包括 OPA Gatekeeper，包括 Kivernal 来对它进行做一个分析，这样会对你日后把你的产品部署到你的 production 的环境，会帮你节省一些 cost。所以这个策略在 Kubernetes 里，它就是一个准则，就是一个标准，相当于是一个合同。在不同的 team 之间，比如说我们有 developers，我们有 security team，我们有 operation team。那么所有的 team 都 share 你同一个 cluster 的话，你就需要对他们的这个 workload，他们就是部署的这个 workload 来进行一些验证。那么策略在这里就起到了这样一个 guardrail，来帮助我们 prevent 一些 security hole 啊，或者是刚刚我说的想设置一些 default 参数之类的。那么下面就到了 Kivernal，它作为 Kubernetes 原生的一个策略引擎，它就是 design for Kubernetes。那么这里我们举你可以看到，Kivernal 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社区，
在截止目前，我们拥有超过330名的这个 contributor， 在 Slack channel 上我们拥有超过2300名的 Slack member。截止1.10的 Kernel 版本，我们有将近300个 Kernel sample policy， 也就是说，你在里面极有可能 99% 99%的情况，你都会找到与你的应用场景相应的或者是有关联的这些 sample policy， 然后你可以把它用作一个 reference 来进行拓展呀，或者是自定义去应用到你的应用场景里。那么刚刚说了这么多啊， Kernel 到底可以干什么，相信今天来的小伙伴或多或少应该已经听过或者是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应用的需求。所以 Kernel 它身为一个 Kubernetes 的原生应用引擎，它使用的是 Kubernetes CRD 来进行这个策略的定义，也就是Custom Resource Definition。 那么你看到 Kernel Policy 的话，你会觉得它非常熟悉啊，因为它跟 Kubernetes Native Resource 的所有的定义，包括 Metadata、 API Version 和 Kind 都是沿用了这个 YAML 的 Declaration。 那么在它 Kernel 的另一个功能，也就是帮你生成 Policy Report 这个报告的功能，它也是应用了 Kubernetes 的 CRD。我们是从Kubernetes 的这个 Policy Working Group 衍生的一个 CRD， 那么它运用到了 Kernel 以及 Falco 和另外的一些 CNCF 的这个项目中，来对你的已有的 cluster 或者是即将进入deploy 到你的 cluster 上的应用做一个报告的生成。这里你可以对它的 security 进行验证，也可以对它的 image 的镜像进行这个签名和 attestation 的验证。好，那除了这个镜像的验证，还有安全的验证。那 Kernel 也可以作为一个 admission controller， 也就是准入控制器，当然它可以做一些 mutation 的动作。除此之外呢，Kernel 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它有这个 generate 的功能。具体谈到 generate 呢，我说一个经典的应用场景，大家就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在 create 一个 namespace 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个 namespace 进行一些 resource 的配置啊，进行一些permission 的限制。那么这个时候 Kernel 的 generate ability 就可以帮助你自动化生成创建这些 resource， 比如说row 或者是 row binding。Resource quotas, limit range 这些 Kubernetes resource 可以在 namespace 创建的时候做一个 automation。 当然Kernel 的 generate 也可以 generate 任何的 custom resource， 也就是我们说的 CR， 只要它是 Kubernetes 已知的已经被注册过的 resource， Kernel 都可以对它进行做一个创建的动作。接下来一点就是我说的，它 Kernel support 所有的 Kubernetes resource including custom resource。 然后另外一个 Kernel 的亮点，因为它是 Kubernetes native， 它所有的 pattern 所有的 policy declaration 都是reuse 了 Kubernetes 的已有的一些 object， 比如说 labels， 比如说 annotations。 这样你在比如说在选择你这个 policy 要 apply 的 resource 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 native 的 object， 比如说annotation match 或者是 label selector 来对它进行一个 resource 的 filter。 当然 Kernel 作为native policy engine， 它也是理解这个 pod 以及 pod 的 workload。假如说你有一个policy 是定义在这个 pod 上的，那么 Kernel 可以把你的这个 policy 自动转换成cover 你的所有的 pod controllers， 包括 stateful set deployment etc. So 这个Kernel 对 Kubernetes 的理解还是一个非常原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一些比较热门的 Kernel 的应用场景啊。首先 Kernel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跑在 cluster 里的一个准入控制器 admission controller， 以及比如说 background scanning controller， 这个 report 生成的 controller， 它就是跑在cluster 里的一些控制器。那么另一种使用 Kernel 的场景，就是在你的 CI/CD pipeline 或者是你的 local environment， 你可以下载这个 Kernel 的 CLI，
它是一个 standalone 的工具，可以帮助你来 verify 一些 static resource， 比如说你本地的一些 YAML 配置呀，或者是你的远程的 GitHub repository 里面的一些配置。这个是不需要你有 Kubernetes cluster 在 running 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今天会提到的 Playground， 它更多的是让你就是进行一个及时的测试，比如说哎，我今天想到我需要这样一个功能，你就可以在不需要安装任何 Kubernetes 的工具的情况下来测试你的这个 policy， 然后把它变成你的一个 default built-in 的 policies。 好，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经典的应用场景啊，比如说 pod security， 相信大家在部署应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用到一些 pod security 的配置。 Kubernetes 以前的版本呢是用 pod security policy 来控制这个 scan 这个 pod security， 那么后来呢它摒弃了这个 PSP 啊，然后发展到 PSS， 也就是 pod security standards， 它会将近有16个 standards 来 define 我们这个 pod 的 security 到底要怎么样配置。那么 Kubernetes 就可以不管是PSP 或者是 PSS， 包括 Kubernetes 自己提供的 admission controller， pod security admission controller， 它都是用来验证这个 pod security 的配置的。那么 Kubernetes 是不管你是怎么样配置或如何配置，它都是可以就是通过这个你给我这个 pod manifest，它都是可以通过进行这个 validation， 然后来给你做出一个相应的结果以及反应。还有一个经典的应用场景，就是我刚刚提到了这个 automation 或者是 generation 的这个功能。比如说你在 create namespace 的时候，你希望创建一个 multi-tenancy 或者是这样 virtual cluster 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 generation 就可以帮助你create 一些 RBAC resource， 比如说 role binding、limit range、network policy， 以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resource，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对一个在一个 namespace 生成的时候，对你的不同的 team， 比如说 devs 或者是security team， 对他们有一个 isolation。那么当然在 FinOps 里也有一些应用，刚刚我提到的这个 resource quota 或者是 pod request and limits， 这个都是我们可能比较痛苦的，因为它一旦你的 pod 运用过多的那个 resource 的话，它的这个 cost 自然而然就会上去啊，所以你对它进行这个 pod request limit 一个限制，可以帮助你节约一些成本。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我们在 Kubernetes website 里都有提到，以及跟一些比如说 GitOps tool 的一些 integration 啊， FluxCD、 ArgoCD 或者是在不同的 cloud provider 上 AWS、 Azure 上来进行 Kubernetes 的安装，都是有已知的经验以及现有的流程的，所以它都是无缝连接的。好，我们了解了 Kubernetes 可以干什么，现在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干这件事情的。它作为Kubernetes 的准入控制器呢，它其实是利用了 Kubernetes 的 webhook 这一项配置。因为 webhook 它提供了这个 mutation 和 validation 的这个功能，也就是在你给我 send 一个 request 进来的时候，我可以对你比如说设置一些默认的参数，在设置完了之后呢，我会对你的 either pod security或者是你的这个 image 啊，做一些镜像的签名的验证，这个都是我们的 validation webhook 做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准入控制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 background scanner， 也就是对你的已有的 existing resource 进行一个 scan。比如说，我现在 deploy 了一系列的 pod security policy， 我希望我所有的部署在这个 cluster 上的应用都是默认是安全的，它是符合这个 pod security 的要求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background scanning 来生成一个 report 来告诉你 OK， 我们现在有这些 workload 是安全的，那么另一些 workload 可能会有一些 violation， 需要相应的 team 做出一些不同的调整。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CLI 对你的 static resource 进行一个either validation 啊，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到 generation。所以它除了准入控制器之外，它还有report controller， 还有这个 generation controller， 然后还有这个在 1.11 里面我们新加了这个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的一个
支持，所以在 validation controller 里也会有 VAP 的这一项 integration。哦，右下角这里提到的 policy exception， 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对一个 namespace， 那经典的一个问题又来了，就是 Kubernetes 的 pod security admission， 它的这个entry solution 是只能对你一个 namespace 里的所有 workload 进行一个 enforcement， 它没有办法让你对其中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 namespace 现在 deploy 了三个 workload， 它没有办法对于比如说 workload A 进行一个 exemption， 就是我要豁免这个 workload， 我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我不希望这个pod security 被 scan 到，但是 PSA 是没有这一项功能的。但在 kernel 里 policy exception， 你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来豁免这个 policy 的 application， 但是 policy exception 是可以either 拓展到你的 namespace 的一个某一个 workflow， 或者是 enforce 你的整个 cluster-wide 的一个豁免的，所以它这个是非常灵活，它可以根据你的 pod selector 啊 label selector 来进行配置的，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豁免，在你80%的 workload 需要 pod security 保护的情况下，会有20%或者是更少的 workload 需要进行这个 skip 的一个动作。那么下面我们这个看到的是一个 kernel policy 的组成啊，它这个在一个 policy 里面，我们可以 define 一个到多个 rule， 也就是这个准则。那么这个 rule 呢，我们可以 define 你要 match 的 resource 是什么类型的，比如说 pod workload、stateful set 或者是CR 一些custom 的 resource 都是可以的。这里我右边列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在你的 match 这个 block 里的，比如说 labels annotation， namespace labels 也就是 namespace selectors， 它甚至可以帮你来filter 掉 OK 我的这个 request 到底是谁发送给我的，比如说是 cluster admin 发送给我的，那我就可以by default 我就信任他，我可以豁免掉这一条。他如果是一个 developer 发送给我的，那么我就要对他进行一些验证。所以在这个user group 和 service account 里都是可以对于这个 who sends the request 做一个 filter。那么下面最下面这个 validate mutate generate verify image rule 是这个 kernel policy 的本体啊，也就是你想要做安全验证，想要做补丁，想要做一些 resource 生成或者是镜像 image 的验证，都是可以 define 在这个rule 的本体里的。好，这就是一个 kernel policy 的实例啊，你看到它是跟 Kubernetes 的 resource 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有 API version， 然后这里的 kind 是 cluster policy， 也就是我是一个 cluster wide resource， 跟我们的 cluster row binding cluster row 是一样的。那么 metadata 你给它一个名字，这就是它的metadata 的部分，你 define 它的 kind 和 API group。 那么下面就到了 spec 的环节，这里的 spec 就跟 pod spec 是一样的，是来 define 这个 cluster policy 的一些特质的。比如说你看到第一条 validation failure action， 这个就是来控制，比如说我发了一个 pod creation 的请求，那么我希望 kernel 来 block 我这个 pod， 如果有 resource violation 的话，还是我希望 kernel 就是 soft control 来允许这个 pod 的创建，但是我可以相应的生成一个 policy report，对后续有一个历史的可以查找的记录，这是通过这个 validation failure action defined。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配置在 policy spec 里，你可以做 kubectl explain 来具体 inspect 不同的 attributes。那么下面就到了这个 rule definition 的环节啊，你看我们有一个 rule 的 name， 这个 within 在一个 policy 里，这个每一个 rule 的名字必须是unique， 必须是unique 的，但在这个 match 里呢，我们 define 这个 rule 是 match 到这个 pod resource。刚刚我也提到了，所有 kernel 的 pod rule 都会被自动转化为 pod controller，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很少有 deploy standalone pod 的情况，一般都是把它封装到，比如说 deployment stateful set， 根据你的需不需要 storage 的这个请求，封装到不同的 workload 里。所以但是在 kernel 里你是不需要在这个 kinds 里
define 所有的 workload， 它会帮你自动控制。当然这个也是可以page 的，你可以把它关掉，如果你不希望这个 policy 或这个 rule apply 到那些 workload 的话。所以这里是一个单一的 policy， 我就是 apply 到一个 bare pod。 那么 validate 这个本体呢，就是说我要对这个pod 的这个 request 进行一些验证。那么很清楚啊，这个 validate 一个 message 就是我会将来如果有一些 report 生成的话，这个 message 就会embed 到这个 report 里。那么 pattern 就非常容易理解，我的 metadata labels 我希望这个 pod 有 team 这个 label， 如果没有这个 team 的话，我前面 define 了 validation failure action as enforce， 所以当我生成这个 pod 的时候，我就希望 kernel 帮我拒绝掉这个pod 创建的请求。好，这个就是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就是 kernel 它怎么工作，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需要 policy。 那么下面我觉得是今天比较有趣的环节啊，这个 demo，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拿出你的电脑登录这个下面这个下方这个网站 playgroundkernel.io/next。 next 是我们最新的 beta 版本，这样你就可以对 kernel 最新的版本进行一个测试。我这里的这个截屏上是 1.10 啊，我们现在已经有 1.11 了。好，那我们就看一个刚刚讲到的这个 validate 这个的这个 policy， 我跳到另一个 playground 的环节。希望这个大小对大家是 OK 的，如果不 OK 跟我说，我把它调大。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 policy， 它是 apply 到 pod 上，我希望 verify 这个 pod 有这个 team label。那么右边呢，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是一个 pod definition， 这里 label 呢我只 define 了 run nginx， 没有这个 team 相应的 label。 那么刚刚我提到了啊，这个就是我希望 kernel 来拒绝掉我这个 pod 的请求。如果我这里点击 start， 你就可以看到我有一个 fail 的结果。那么如果你展开这个，刚刚我们的 message 就会显现在这里说OK， 你的 team label is required， 你必须把它加上之后，你这个 pod 才会被允许创建、允许生成。好，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非常经典的一个validation 的应用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mutation， 也就是比如说我要给我的这个 incoming pod patch 一个这个 label 上去，应该怎么办呢？那这里我还是同样的 cluster policy apply to pod。但是呢，我的 rule 本体是一个 mutation policy， 这里我做的是一个 strategic merge patch。 当然你可以做 JSON patch， 它有不同的definition 都可以 support。 很简单啊，我在 metadata 上想打一个 label， 这个 label 的 key 是 team 啊。那你看到这个 value 就非常有趣了，这个是 request.object.metadata.namespace， 也就是说我希望我这个 team 的 value这个 label 的 value 呢是这个 pod 自己的 namespace。 这里我运用到了一个 variable， 这个是 kernel 支持的 James Pass variable， 所以我希望这个 pod namespace 被打到这个 label 上。那么右边就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个 pod， 然后我的 namespace 是 dev， 你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任何 label 的。那假如说我现在 apply 这个 policy 之后，我期望的是它会把这个 label team 打到我的这个 pod 上，并且它的 value 是我这个dev 的这个 namespace。 所以如果你 click on 这个 start， 它就会有一个 OK， 我的 policy 已经 apply 了。如果你点击这个标签呢，它就会给你生成patch 以后的 resource。 你可以看到啊，这里给你非常贴心的列出了这个前后的对比，我这个 team label 就已经被 patch 到这个pod 上了。也就是说你在 Kubernetes 里deploy 了这个 policy 之后，每当你申请送一个 pod creation 的请求的时候，它都会帮你把这个 label 打上。当然你可以做一些 filter 啊，不一定是所有的 label 你都需要，你可以通过 namespace 或者是其他的 selector 来对这个 pod 做一个 filtering。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 mutation 的generation 的环节。就我刚刚说的，比如说你想建立一个 virtual cluster， 在你的namespace 创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这里的一个案例就是我做的是
这里的 match on namespace， 也就是说我的 namespace 有任何的活动的时候，我都希望这个 policy 被 apply 到我的 namespace 上。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 generate 这个 policy 到底是在干什么啊？这它告诉 Kubernetes 我需要创建一个 resource， 这个 resource 的 kind 呢就是 Kubernetes default 的 network policy。那这里我给它定义了一个名字，然后 namespace 呢，你可以看到我用的还是这个 James Path variable。我是 refer 到这个 incoming request， 也就是 namespace 的 name。这个时候，我希望这个 network policy 被创建到我刚刚 create 的这个 namespace 里面。所以这里的 variable 指向的是 namespace 自己的名字本身。那么在这个 network policy 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我 define 到这个 data block 下面。这从 spec 开始，它就是一个 Kubernetes network policy 的 definition。这里有 pod selector， 我希望它 select 所有 pod 在这个 namespace 里。然后type 是 ingress 和 egress。OK， 这里就是这个 generate policy。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制止我，然后进行提问啊。然后右边我这里就做了一个简单的 namespace 的一个 definition， 我希望 create 一个叫 staging 的 namespace。 那么作为这个 policy application 的结果呢，我会希望最终它会在这个 staging namespace 里帮我 create 一个 network policy。 同样的点击这个运行啊，它会出来这个结果告诉你 OK 这个 policy 也 pass 了。然后你通过这个 details， 如果你 click on 就是打开它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是 Kubernetes 创建的 resource， 它是 Kubernetes network policy， 然后这些 label 是 Kubernetes 自定义的 label， 后面这些 spec 是我们刚刚在定义在 policy 里的 spec， 也就是说任何你想要定义的这个 spec Kubernetes 都可以帮你生成。在这里插一句啊， Kubernetes 的这个 generation 是可以帮你进行 synchronized。 假如说你的 policy 的这个 spec 有任何的变动，那么你都是可以选择对它进行 synchronize。 所以每当有变动的时候， Kubernetes 都会自动的把这个改动 sync 到你的这个 downstream 的 network policy， 就是刚刚 generate 好的这个 network policy 里。所以这项功能也是对 automation 进行了一些改进啊。这除了 generation 之外，另外一个就是 clone 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secret 在另外一个 namespace 里，然后你对所有新的 create namespace 你希望把这个 secret 去复制过去，因为你不想可能会有一些 credential 你希望某些 namespace 共享。那么知道我们都知道 namespace 是一个 virtual 的 isolation 啊，你不太容易通过这个访问从一个 namespace 到另外一个 namespace。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copy 你已有的一些 secret resource 或者是其他的 resource 包括 CR 然后到你的这个新的 namespace。 这是 generation 的另外一个应用，也就是 clone。 那么同样的，你对这个 source 也就是这个源头的 secret 进行改动的时候呢， Kubernetes 同样也可以帮你把这个改动 synchronize 到你所有的这个 downstream 也就是被复制的这些 secret 里。好，那我们接下来看Kubernetes 的另外一个大的功能，也就是对于镜像签名的验证。当然 Kubernetes 也可以验证 attestation， 这里我的这个例子只是验证了签名。同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 policy 啊。这里你看到我的matching kinds 同样是 pod， 然后在 verify image 的这个attribute 之下呢，我会有一个 image reference。 这里就是说我对这个 pod 所有的 pod 如果定义了或者是如果运行了这个 image 的话，我都希望对它进行一个签名的验证。所以这个 image 我就是对针对今天的 demo 做的一个 test image test verify image。 然后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星号啊，就是 wildcard match， 它可以对所有的 image tags 所有的 image digests 进行一个验证。当然这里你也可以只验证比如说
如果你想验证 V1 啊或者是 V2 啊，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specific tag， 那么这个 policy 就只会 apply 到这一条 image 上。但是我希望是一个general 的验证，所以这里我打的是 star， 也就是帮我做一个 walker match。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 type 我 define 是 notary， 也就是说我在对这个镜像进行签名的时候，我使用的是 notation 这个工具。Kubernetes 还支持这个 cosine 啊，它是两大Kubernetes 提供的这个原生的镜像的签名的工具。那么根据 notary 的特性呢，我这里 attach 了我在 signing 的时候，也就是我在签名的时候用到的这个 certificate， 用到的证书。那么 Kubernetes 将会用这个对你 incoming image 做一个签名的验证。好，那你看到右边我有两个 pod 的 definition， 一个是 bad pod， 也就是说我 run 了这个 image， 但是 tag 是 unsigned， 也就是说这个 image 我在 build 之外呢没有对它进行一个 notation 签名的动作。然后下面这个 pod 是 good pod， 也就是我在生成完这个 image 之后用了这个 certificate， 然后对它进行签名。那同样我来跑一下这个 policy，你可以看到啊 ，Kubernetes 就它会生成两条结果。第一条是对这个 bad pod， 它会有一个 fail 的功能，fail 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鼠标放到这里，它会说 ，OK， 你的 image 没有这个 signature， 所以根据你的这一条 policy 是显示你需要的，那么我们会 block 你这个 pod creation。那下面这个 pass 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说，你的 image 满足我们的需求，所有的 creation 都是被允许的。好，那我们就提到了刚刚的 policy exception 啊，这里我们有 good pod， 有 bad pod。那假如说我想对这个 bad pod 做一些豁免，在比如说你的 namespace 这个 scope， 或者是整个 cluster-wide 这个 scope， 对某一些 pod 或者是某一些 image 做豁免，怎么办呢？这里我用的 policy 是刚刚一样的，然后 pod 这里只有 bad pod， 也就是刚刚用的那个 unsigned pod。你在 advanced 的这里会找到 policy exception 的一个配置的选项。那这里呢 policy exception 也是 Kubernetes 的一个 CRD， 属于Kubernetes 在 manage。 这里我对它定义了说 OK， 我的豁免是针对这个 policy with 这个 name， 然后这个 rule with 这个名字需要进行一些豁免。那这个 pod 我希望是对 namespace和 name 有一些要求，所以这个豁免呢是可以针对了你的这个 policy 的 rule name 和你的 name 和你的 resource， 也就是 pod 的 name 或者是 namespace 进行选择。然后这里我如果再 create 这个 pod 的话，它就是理应应该上是被允许的。你就看到我这里有一个 skip 的 status， 就说明我这一条 policy 被豁免或者是 skip 掉了，并没有 apply 在你的这个 pod 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 pod creation 就默认就是会成功的。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 demo 就是我刚刚说的 1.11 最新的这个 integration 是 validating admission policy 的一个功能。这里用到的是 cell expression，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在比如说对进行你的 pod 进行或者你的 resource 进行 validation 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 Kubernetes 都用的是这个 YAML 的这个形式来进行验证的。当然你就会质疑它不够灵活，所以后面我们又引进了 James Pass Operator 以及James Pass 的 Variable 来帮助大家完成一些更复杂的情况。那么这里的 cell expression 就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对于你更加复杂的一些定义会有一个更好的支持吧。这样说你可以看到这个 has object， 它的这个 has operator 就是说明 OK， 我希望我的这个object 会有这个 volumes， 并且这个 volumes 呢它不能是 host path 类型的，因为我前面有一个非，就是说不希望它是 host path。这个 policy 是 apply 到 deployment 上的。那么你看到右边相应的啊，我们就有一个 deployment
那我们下滑到看到它的 volume 和 volume month， 这里的这个 volume 的 type 就是 host pass。 那么刚刚好我们这个 policy 定义的就是我不允许有这个 host pass， 所以如果你 apply 这个 policy，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fail 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是不被允许的。那假如说我把这个 comment out 之后呢，你这个 deployment 相当于没有任何 volume 的定义，那么我期待的就是这个整个 policy 就没有被 apply 到这个 resource 上，所以它就是一个 pass 的结果。 OK， 那大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 demo。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 community， 我们有每周的会议啊，然后也有 Slack channel。 最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发问，或者是加入这个微信的群里面，我们可以私下来进行交流。好，谢谢大家。哦，我这里还有一些您说。哦，谢谢你的演讲啊。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介绍的那个复制资源到另外的一个 namespace 这个同步的功能。嗯。你说 Kivano 做了一些自动化的工作。对。那比如说我可以理解为我原 namespace 下边的资源会的变动会修改到目的的 namespace。 那我如果单独对目的的 namespace 资源做了修改之后，它会被同步回来吗？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刚刚漏掉了这一点啊。如果你开启了这个 synchronize 的功能的话，在你downstream 也就是目的的 resource 进行修改的话 ，Kivano 是会 revert 这个 change 的，也就是说它会再 scan 一遍你的 original resource， 然后再把它所有的改动抹掉。但是有一种场景，就是比如说在正常的运维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对某一个 namespace 进行这个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那我可能就要修改这个 ingress 或者 egress。 嗯。那我在这个时候去如何做这个 exception 去？对，刚刚就说到了，如果你在启用了 synchronize 这个功能 ，Kivano 是会帮你 revert 掉，但是你有一个 option 是不要启用它，就是我没有 sync 的这个功能。也就是你复制好了之后它就在那里，你如果想改你就改，它就不会帮你 revert 掉所有的改动。好的，谢谢。好，谢谢你的问题。不好意思，我也有一个问题。您问。关于那个我们知道那个 Kivano 在那个 Kubernetes 下面默认是被那个 ignore 掉它的那个 policy 的注入了，对吧？不好意思，我听不太清，那个话筒能拿近一点吗？就是 Kivano 在 Kubernetes 的 namespace 下面，它默认是一个 log 掉那个注入的功能的。对对 对，在 Kubernetes 的 namespace 下面，默认是被ignore 掉了。对，所以如果说我要对这个 Kubernetes 的 namespace 做修改的话，是有什么建议？对，Kivano 有一个 resource filter 啊，它是 default 会把这个 Kubernetes namespace 和 Kivano 的 namespace 同时都 ignore 掉，你只需要把它去掉就好了，在这个 resource filter 上。对，所以这个移除是建议的吗？当然不了，因为 Kubernetes 里面全都是你的management 一些平台的这个controller 啊。假如说你的 cluster 会有一些 failure 的情况的话，作为 admission controller， 如果它没有在响应，那么你的这些API server 啊恢复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个配置。就是把你的 webhook 的 failure action 改成 ignore， 也就是说当你的 admission controller 没有 response 的时候，它还是可以通过所有的这些 request 请求不会帮你 block 掉，也就是它的 kubernetes namespace 里的所有东西都还是可以恢复的。好的好的，谢谢。好，谢谢。 这里有一些Kivano 的 sticker， 就是贴纸，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拿。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结束了，有问题就线上来找我就可以了，谢谢大家。